今天来到了史丹佛的 Museum 博物馆，我跟妹妹一起来的，因为她上的课，今天的户外课程是这个，然后非常有荣幸今天可以跟她一起来。现在让你看看这个后面这一条非常像蛇的石头，超级酷的。大致上就是长这样子。OK，拜拜。